看看新闻网。日前，成龙被目击在北京郊区的片场拍摄新片《绝地逃亡》。从曝光的图片来看，60岁的成龙依然是亲身上演打戏，十分拼命。但是这组镜头拍摄完之后，成龙便默不作声地回到休息室。可见，虽然选择尽情工作，但是片场休息时间，成龙如此沉默，显然对于爱子失足一事依旧是无法释然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